看就是上网看最近这几个地标了，上网最近这几个地标了，就是说它的降价，很多人拿着。
那里那个理发厅有没有特点啊？喂，那个理发厅，安之。那边没。理发厅的车。你怎么可以拉伸的吗？我都不知道。我在旁边停一下，你可以拍他的理发厅。这个理发厅是第一次见到过这样的一个理发厅。很小。看来你胆子比我还小，我胆子够小的。他们没有攻击性吗？他一般的，他就是这样。这个年轻人那种十七八岁的。这个人不知道。你打架我今天。打架。对，打架。啊，这里很多啊。但是有没有拍啊你？不用追啊，哎。那个，我们两个到这拍，我都觉得有点不敢。不敢下啊。哎，这个。这里有啊，你看我右边这里，慢一点点，往前一点点，慢慢的。好，可以了。这里面很多。啊。在下一个红绿灯路口左转。你看，可是。陪我啊。啊。可以啊，这个会打人吗？不会的，你放心。那我用我的口袋机来拍，没有那么明显。用口袋机，我跟你走。好。安子，你用那个布布挂在身上。进入伊斯兰哈。我也下去啊。对啊，你不下去啊？这里人好多，你看。我就在车上了，那个停车不好停。这个人右边这个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这个。要不拐过去？不用，不用拐，不用拐，不用，不用拐，不用拐。刚才那个姿势很奇怪。少一点，少一点，那我们就在前面停下来，然后那个我们下来散步啊，再掉头，啊，一起走上去嘛。再掉头差不多的时候，你们下来散步。好，到桥底，刚才那个桥底。对对，走路。样子你要跟着他们，你不然的话，你到时候一个人挨揍了，很麻烦了。听到没有，样子？我不下去，下不是你挂在胸前。你算了，你儿子年轻，要保护他。我已经过了半世人了，无所谓了。那我就更加无所谓了。对。啊，就慢一点点，慢一点点，慢一点点。对。好。这可能也是吧，瘾君子吧。这条街可能都是在。他是华人的这个。这条街，这里应该是最多的吧，人、这、啊、个。